哎呀，我很烦，最近我关键又胖回来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我很烦。我前段时间不是减肥成功了吗？我医生跟我说我的脂肪肝就好很多，就脂肪肝好很多了。然后呢，那个尿酸也正常了，就体内的标磷也不高了，就尿酸也正常了。最近又胖回去了，他妈的！这下脂肪肝又回来了，尿酸也回来了，哎，我好难受。等这个疫情结束，真的，我真的减肥，兄弟们。哎，我前段时间真的成功了呀！我前段时间巅峰216斤，兄弟们，现在又快240了，哎呦，好烦。哎呀，好烦！呀，这个金团好像人有点不够呀，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团。我操，这个，但这个兄弟说的这么好听，我有点不想走呀，有点不好意思走呀。牛逼！哇！不懂就问，为什么坐骑走路是顺拐？哎，好像是的，确实他妈是顺拐啊，兄弟。哎，你不说我还没发现，真的是顺拐。